I'm from BBC News, and I want to ask about the video you showed us earlier. I was the producer who worked on all our reports on Xinjiang, which featured Adrian Zenz. I've never met the man who was in that video, so I don't understand why it is that he's supposed to have some expertise or insight into 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Adrian Zenz. Secondly, I'd like to correct what you said about regulation in the BBC. The BBC is regulated. We have to abide by Ofcom regulations. As I'm sure you'll know, that's the body which recently withdrew CGTN's licence to broadcast in the UK. Thank you. 我很高兴今天你来了，那非常好，请我同事再把那段再放一下。所以你应该找到答案。首先，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是在YouTube上看到的，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二，你说你是BBC的producer，你不认识他。 为什么会有？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说BBC问他要，不见得就是你本人问他要，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从郑国恩他自己本人的推特上来看到的，因为郑国恩他自己发的推特说 BBC 问他要 evidence， 他觉得这很难，因为太少了，所以 BBC 去给他 commission 了，他又去找了更多的证据，所以这是郑国恩自己的推特推文上说 BBC 来问他要的。 但这个 BBC 是你呢，还是你的同事呢？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可能需要你们 BBC 内部呢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至于说到你好像有点不太服气哈 BBC 的这个，但是呢，很多的证据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比如说铁证如山的今年1月份 BBC 播出的《重返武汉》，它当中用的镜头说是中国人用门头的手段来拘捕民众，但实际上就是中国警察反恐训练的一个镜头。 你还说到这个 BBC 的这个 Ofcom 的这个事情哈，这也非常有意思。的确 ，Ofcom 呢，它是可以监管 BBC 的许多部门，但是 Ofcom 有权利监管 BBC 国际频道吗？BBC 国内频道，它如果播出了假新闻，它是要受到 Ofcom 的监管，会受到惩罚。可是它国际频道，它就不受任何的监管，它有尚方宝剑，它可以肆意的炮制虚假信息，而不受到任何法律。 方面的监管和制裁，这就是我从报道上公开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到的。如果的确你们 BBC 国际频道也是受到 Ofcom 的这种监管呢，也欢迎你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 details。但是的确，英国的学者大 V 塞奇威克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假工厂：假新闻工厂来自 BBC 的故事》，认为现在 BBC 实际上就是一个顽固的政治竞选团体。 这种转变显然违背了皇家特许政中对他的要求，就是要保持公正和政治的中立。这也是导致假新闻病毒在英国蔓延。而且呢，英国自己《每日快报》，这不是中国的讲的，也是有 BBC 的失败的文章提到了对英国的这个民意调查，发现一半的人都认为 BBC 在新闻报道方面是有失公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BBC 面临着一个信誉危机，你们自己需要采取行动，做出努力来改变人们。